大家好，我是李琦。我们今天所在是南港的中信广场哈，它呢是 AB 栋设计的百货商场，那它里面也非常多的餐厅哈。然后现在呢也有因应一些世足杯呢，所以它有一些小活动，就是小地方让小小孩可以在里面游玩，不用在外面晒太阳的活动哈。然后呢，中信广场它主要是分 AB 栋嘛，那它中间有一块非常大的腹地。那它中间那一块腹地呢，因为他们 AB 栋的设计，所以它是呈现都是有阴影的状态，所以非常适合家长来这边遛小小孩齁。所以一些小朋友呢来到这边呢，也都会带着他们滑步车在中间这一块腹地呢进行活动，是非常安全的地方齁。然后他们现在也因应暑假呢，所以他的消费发票也可以折抵一些活动的东西齁，像小火车啦，或者是市足的一些活动啊，都非常的多齁。所以这里呢是非常适合小朋友暑假的时候来这边游玩，记得爸爸妈妈要来哦。你要到底要不要坐？那你要不要坐？那就不要坐了，好，那不要坐好了。还是要跟我们家姐姐坐。你要不要坐？你那没得坐了。还要。你到底是要坐还是不要坐？要不要坐？